候是怎样力道。现场示范茶叶揉捻过程，他是2022年特等奖包种茶王李传清，拥有50多年制茶经验，这是他第三次获选新北茶王。发酵过程要拿捏得准，看得准，哎，这样才可以做出极品的茶叶。新北好茶，赞！新北市坪林是文山包种茶主要产区，年产量269公吨，产值约8亿元。春茶在每年3月底到4月初采收，今年因为雨量适中，茶树生长良好，制茶期间日照多，日光尾凋充足，品质更胜往年。那今年哦，天气袂歹，雨水又很好，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的棒，产量也多了20%。希望借由这次的品质提升，透过网路平台来做行销。拼防疫不忘拼经济，新北市政府与农委会农粮署联手一起挺茶农，串联全台302家农会共同销售文山包种茶。7月底前透过网络销售专区订购，还有好礼三重送。此外，种类众多的包种茶农产品也都很有在地特色。那么我们那里两色面线，这里是我们包种茶，那磨成粉，再上面的咖啡，对。非常养生，尤其拌我们的茶油更好。不用专程跑到产地，透过新北市农会真情食品馆就能买到比赛茶，一起用行动挺茶农。全国好茶在新北。记者许绍平、周家伟，新北市报道。